Léo Théo được mama lấy kiểu đi bồi phê.小弟，小弟，你真正已经醒过来啊！好佳哉，我今麦总算得安心吗？玉飞，妈妈都知影哦，你上高啊，嘛上勇敢嘛吼！假讲的，阮目睭会视了你，哪有可能才简单王拍白波？二姐，好佳哉，你真醒啊啦，大家有要惊死你知无？我困足久啊。 对啊，爸妈还佫一双佫伫病院玻璃做侪工的呢。我伫病院哦。是啊，玉飞，你敢有倒位无爽快？我即马着叫医生来替你检查一下。啊，病房内底若无开电火，啊，毋说，病院停电啊。对啊。 停电应该有备用电力，发生什么情形啊？啊，我看袂着恁，我是要安怎讲话啦？我的，哪里啊？什么哪样呢？爸，你讲啥？ 恁来拢无爱讲话啦，爸妈、母白，张子祥，你安尼点点我会惊啦。你即马看无光，是因为病咧停电演习啦，阮大家拢伫咧，恁莫惊吼。原来是咧演习哦，会安恁来遮乖啊，演习就放互伊暗暗。母白，啊手机仔摕来，甲手电拍开。 若无安尼暗搜搜，爸妈走路就危险的，紧来。有啦，有咧找啦。阮白，你紧找手机啊。哦。爸，爸，你是安怎？哦，无啦，我无说你哦，去踏着恁爸的脚，迄病院哦，迄无电，真正足无方便的。 我哪会听到有人在哭？爸，你在哭？哎呦，我无代志，你看我即马清醒啊，放心啦。无啦。林木白，木白，手机仔摕来，手电拍开，紧嘞。我手机仔无电啦。对啊。 就算是停电，我应该看到一束光线才对啊，无可能会这么乌。我哪会连家己的镜头拢看袂到？雨飞。 雨飞，你乖，你乖，你莫学袂叮当，莫冲碰哦，雨飞。我连我家己的镜头拢看袂到，你哪会知影我伫咧叮当？雨飞，雨飞，你莫。我停电，即我要就看破啊！我要就看破，我要就看破啊！我停电啊！停电，停电，爸爸妈妈捏你的身躯，要陪你哦，唔通惊，唔通惊。 好不好？<笑>
可能是多受过副作用。你先莫紧张，互医生看卖咧，看医生安怎讲。哦，对啦，二姐，子婷有讲，你头壳内底有血块，迄血块可能就是造成你看袂的原因。啊，不过伊嘛有讲哦，迄血块会当互人自行吸收，所以子祥哥讲的嘛有道理啊。迄可能就是暂时的，咱就莫家己吓家己啊。拢嘛你啦，靠经济是靠哪意思的啦？我都只是紧张，我嘛袂记你子婷讲过啊嘛。乖好于飞，咱莫家己吓惊家己吼，凡事只是暂时的，吼，暂时的，暂时的。无听到，较等下哦，医生哦，用目睭药啊去点点咧咧，你随会看的啦，吼。刚才是咧，爸妈，叫妈叫，我出家，不要，我是叫出家，不要不要。医生啊，我到底怎么想呢？我拢查起来，目睭哪会看无啊？嘿啊！啊，人拢已经试过了安尼，就代表讲，迄头壳内底血块已经吸收去啊，啊，哪会目睭阁看无啊？照这个电脑断层看起来，李小姐脑部内底血块哦，还未完全吸收，才会去得到迄个视神经，造成即马暂时失明。暂时？暂时是外久？一天嘛是暂时，几个月嘛是暂时，这暂时是要安怎算啊？李小姐，若是我会当给你一个正确时间哦，我都袂用暂时这两字做解释啊。无一个正确的时间，那你嘛真有可能拖一年，还是几来年，甚至我永远都看袂到，对无？李小姐，你先莫这么激动啊。其实你的目睭要好。最主要的是你头壳内底迄个血块哦，迄个散去的速度。要唔过即马就是迄个血块哦，吸收较慢，所以较歹评估啊。那样呢？除非人拢已经精神啊，所以面对搁较大的打击，拢怪我。迄个时阵，我无应该遐尔大力甲伊撒开。天公伯啊，这个痛苦应该我来承受才对啊，我应该是余飞啊。那呢，医生，敢有法度开刀，把内底血块清清掉？脑部是人体上重要的器官，伊的功能甲运转拢真复杂，甲身体其他器官运作嘛拢有关系，所以治疗上哦会特别谨慎。若是无迄个必要，是要动刀的啊。若是讲袂当动刀，啊，即马敢毋是有迄款雷射手术，敢袂当试看卖下啊？啊，是讲哦，之前我有只有结石啊，啊是用迄震碎方式甲我处理的。哎，伊头壳内底血块会当用迄款方式处理无？爸，体外震波无适合用伫脑部啦。安尼听起来，我的血块敢若会当靠人体自行吸收啊？哈，啊，若是讲血块拢无吸收，唔都一直拢看袂到啊？也不过幸运是，这不是永久失明。你也对李小姐有信心，这段时间要全力协助伊，予伊生活上，还佮有心理上上大的帮助。行，等来病房好啊。稍等嘞。啥物代志？发生啥物代志？无。是我啦，你莫紧张。我知影你即马伊看袂到。所以，若是听到一挂声音，啊，啥物叮当，听落会感觉足不安、足惊吓的。你都唔知影，我即摆我尔希望看袂到的人是我。玉佩，是的，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害你的。我即摆人，就跪伫你的面头前。你若是有开想要逃，你会当甲我拍，因为即马我除了让你的心情搁较好以外，我真正无其他的办法会当甲你斗相共。
是的。张子强，你先讲啥啦？你搞我鬼要创啥？我受伤，敢不是意外？不是，是我害你的。那时阵我看到你有危险，我什么都没想，就把你杀开啊！结果害你的头，你受伤啊！我原本是要救你的，煞颠倒害着你，拢是我不好。你为啥呢？对哦，是你把我杀开的。是的啦，那是我那个时阵，我生你大了，你今麦人应该是好好的。我看到你安尼，我的心嘛足疼的，啊足疼的。时间在我身躯顶啊！就算你甲天佑有够较侪共款的所在，你嘛不是天佑。我的心也对伊失踪啊！张子祥，我袂当对不起天佑，所以，是的。原来拢是你害的。你今麦毁尸了有啥物意义？你就是讲，你毁尸了我的目睭就看会着啊，是无？你这個，你这害我目睭看我的凶手，你搁给人叠加，给我原谅你哦。雨飞，我知影毁尸了无效，也毋管想要弥补你，毋管你要做啥，我拢会去尽力去做。安尼，把你的目睭给我，哈，目睭给我，你做会着无？哈，雨飞，哈，雨飞，你先创啥啦？雨飞，伊讲伊要弥补啊，我只想要我的目睭看会着，伊看袂着做袂过，想做袂安尼搞的啊！哎呦，雨飞，无见哪万一，你要给雨飞出气，但是伊安尼心内会较欢喜，我给伊拍毛较紧。张子祥，我不是没脸弥补，我爱你这么久消息，别再接近我，我不是没再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妈妈再给我回信呢，我爱你这么久离开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伊达。